的凶悍。哎呦，真的是凶悍的，生气的时候，然后他会用爪子勾你。其实我们去亚马逊的时候呢，我们有抱嘛，我抱的时候，我记得他真的狠狠的勾在手上。哎呦，那下来的时候，其实是有一点痕迹。他们还有帮他们写一首树懒的主题曲。害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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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是害羞。本节目由消费高手胃肠好冠名赞助播出。